Hello， 臭宝，我是波波。没想到今天发视频的时候，你们都已经开学了。由于暑假的时候真的是太忙了，所以经常都会有断更的情况。现在你们开学了，也不忙了，所以说正常的去更新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想想就有点太搞笑了。对了，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就那个什么滴啊，微那个什么滴，然后明天晚上8点的话，它会有一个盲机的活动。然后晚点的话，我会把所有的款式的话给你们抛到，图片。然后你们记得别忘了去抽。然后这一款的话叫寿司团团，它一共的话是有两个玩法。第一个玩法的话就是我现在在给你们玩的。之前我们家的话有很多款式的话，它里面的话是有仿真米粒，但是因为透太的原因，所以米粒每次做的时候都会巴拉巴拉的掉几个。所以这一次的话，我采用的就是这种泡沫球做的填充物。因为填充不同，所以以至于每一款的史莱姆的手感的话就是不同的。这一款的话是怎么拉都不会掉泡沫球。对了，忘了给你们介绍啊，这一款的话它是160毫升，然后盲机里面的话其中的一个款式。第一个玩法的话，你们可以直接去玩我们这个史莱姆，然后是比较解压，因为里面的话是含有大量的泡沫球。第二个玩法的话，就可以去制作我们的这个寿司饭团团。这边的话我做了两个，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？海苔的话它属于一个食物，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想混的宝贝的话，可以直接混在里面。如果不想混的宝贝的话，在做完我们这个盲盒的时候，记得要把它给撕下来，